超级高贵的宾士南瓜车。家长委员精心打扮，乘坐宾士牌南瓜马车率先登场。紧接着是特教班学生用小黄鸭告诉大家有爱无爱，各年级连队发挥创意依序入场。今年颠覆以往冗长的班级进场传统，以短短的进场队伍为竹北国中57周年校庆运动会揭开序幕。希望在新竹县所属的学校不分城乡的差距办好教育的工作，让我们学校校长配合整个的一个教育政策能够向下扎根。在这一个会长的一声号令之下，要求我们委员今天呢也要来参与，因为委员都是我们的学生家长，也是亲子共乐。老师仔细讲解起跑动作，特教班学生也卖力练习，专注神情令人动容。苦练跑步一个多月，只希望能在运动场上有好表现。我们的理念就是让每个孩子都能在运动场上尽情的运动，然后享受那种胜利成功的那种怎么讲成就感，让他们知道说其实他们跟普通的学生一样，他们也有能力去操作或者去进行这个活动。今年竹北国中运动会不仅展现风雨无阻的精神活力，更提供学校师生相互了解交流的机会，让大家看见校园里还有这样一群特别的学生。